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行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我这儿。小海，你最近怎么老往我这儿跑啊？啊，我可用不着你过来帮衬我。就靠这个？ 我说老教官，你现在怎么也倒腾起假药了？拿来吧你，小兔崽子，你知道个屁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比正版还正版。嗯，是是是是是，我们的老教官还是个正经人啊。<笑><笑>这小子，好了，说正经的，你现在的瞬间爆发力已经达到高阶，还来我这干嘛？ 你怎么想的？啊，市井突破高阶了，但却非常不稳定。好几次战斗的紧要关头，都意外掉回了中阶，差点没命。我现在能把力量压制在3%，在此之下进行稳健根基的训练。我的目标是压制到1%，还能进行超负荷的训练和对抗。如果能够做到，才能控制好高阶水平的力量。 为冲击巅峰境界打好基础。<笑>好小子，不过你小子就算用3%的力量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得了的。<笑>所以我不是来找你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上个月就是因为你在我这儿打出了名气，根本没人敢当你的陪练。哼，那。 我的老教官是没辙了吗？嗯，老板，你等等啊！嗯，今天怎么一直吃不饱？哎呀！ 来来啊！嗯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不是我要的。哎呀，这个好！我订的那个呢？你要的那个被别人买走了。你哎，这个更好，这个是高仿的尖子货。而且呢，为了表示歉意啊，价格便宜1/2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哎，不抢戏。哎，这。 哎呀，小伙子，不要那么大火气嘛！啊，来来来，啊，你看，去军刀沙狼找这个人。军刀沙狼？不过说正经的，你被调到2中去训练那帮小屁崽子，上面那些人看你晋升太快，还是不信任你啊。 这次答应回赤霄2中集训，一方面是希望能挑选一些优秀的苗子，另一方面也是想看看孙老头。哎，有什么好苗子吗？现在的小屁孩娇生惯养，哪像我们当年？哎，咱们能力者本来就是九死一生，这点小事儿，你怎么就忘不了呢？啊！<笑> 嗯，老大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一个带蜘蛛面纹的人。哦，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在这坐会儿，好好准备。我一会儿我把他带进来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记得把面具带上。